不负责音乐讲座网络版，有的时候我常会回头听一些老的专辑，像这是北条司在《城市猎人》之前所画的《Cat's Eye》猫眼三姐妹小偷的故事啊，不管是第一代的杏里，或是这是第二代的刀根麻里子的原声带，都好好听啊！而且里面有一些那种很时髦的 disco 的音乐，或者是韵律操的音乐，现代人还真写不出来。夹子电动大乐队同样的小印的风格还是很妙。当中我最喜欢第二首跟第三首，同样是有一些故事在里面。然后呢，音乐的风格当然还是比较偏向社会写实搞笑类咯。OK， 陈奕迅这阵子都出这个 EP， 然后呢，设计的非常的有质感。那这一张呢是买一送一哈，那么当中还有这个他跟王菲合唱的《将爱进行到底》的主题曲。那首歌曲说实在的，我觉得如果你没有看电影的话，你可能不见得会有很大的感觉。像我是看了电影之后，我就很爱那首歌曲。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顺便去看一下王菲老公的电影了。